又是不知道穿什么的一天，我已经换了好几套了。给你们看，我每天就盯着这些东西发呆，我都不知道该穿什么。这就是最后的选择了，一个半身裙，然后一个这个，还有一个小短衣，再套上一个羽绒服就可以出发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芳芳，成功的感冒了，我鼻子这儿啊是那个就是醒爆皮了。完了，今天呢，我的说话声可能会有点大，因为我现在游泳，那个水给耳朵堵住了，我就有点听不见自己说话。先去好利来走一圈，先拿一个这个，我还没有吃过冰山熔岩呢，来一个吧。来喝巧克力口味的，嗯，一共399元。这俩玩意儿。99，我心好痛啊！听说老好吃了，咱就浅尝一下。好久好久没有来新天地店一店了。搁这个烧麦，拿一个这个，13块。看这外面的冻梨啥的，还有粘豆包，东北就是天然的冰柜，啥东西都可以放在外面冻。红色彼岸花，花开遍地撒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吃一家脊骨土豆汤，好多人给我推荐他们家，在这里。土豆，脊骨土豆汤，哦，上霜了，哇，好香啊！中的来小的，什么？中锅来小锅，要小锅吧？非常突然的呢，就是我点了一个小锅，它很快就给我上来了，然后先让它在边上煮着，我们先垫一垫。好久没有吃烧麦了，垫一垫的经典老顾客。我好喜欢吃糯米烧麦，相较于肉烧麦来讲，还是这个好吃。加了肉块，还买了一个这个鸡肉棒，我看着它颜色挺好看的，我就给带回来。鸡肉刻不完的放大版，还是鸡肉稍微有点干。现在拿这个配着我的烧麦吃。哎呀妈！这块烤的老硬了。它这个锅现在就开了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这个大的骨头，然后还有一些土豆和一些青菜。我这个是小锅的，它有4个骨头，感觉它的菜有点少，我再加一点。你好，我要加一点那个青菜，要一个豆腐、白菜，然后再加一份金针菇、辛拉面。我们先来尝一口它这个汤，哇，好好喝！它汤底是有一点点微辣的，然后能喝出那个土豆渣渣。让我们夹走一块这个骨头，尝一尝，这骨头超大一个，它的肉也蛮多的。我看韩剧里面说，就韩国的土豆汤里面有排骨，是因为谐音还是什么东西来着？哇，我感觉，这肉好扎实哦。我炒的拌呗。炒拌吗？我觉得他们家满足了我又想吃菜，又想喝汤，又想吃肉，又想吃面，又想吃饭的那个所有幻想。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，就我一顿饭特别喜欢吃什么都有的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样？就是觉得吃起来口感也丰富，吃的也多。太香了，但是这个脊骨说实话有没有排骨那么好啃。哎，怎么不对，不好使呢？我还在网上看了教程，就是怎么把这个骨头拆解开，毫无作用，都不敢我徒手掰了，我真无语了。就来一口青菜吧，我妈总说我不吃青菜，有粉，有金针菇，还有菜，干排菜。他们家的汤不是特别咸，我这干白菜好好吃啊，菜比肉香。我要往里下菜了，我先把豆腐下下去。哎，它瞬间像不像变成了铁锅炖？多吃青菜 ，OK， 然后把这辛拉面放上，看。它又是崭新的一锅，捞走。我今天和我一个安徽的同学聊天，
他说他们家那边湿度70，我都惊呆了，我们家只有湿度20。这就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当年艺考的时候去杭州，我住那个酒店，我都哎呦我的妈，那半夜给我吵的，那被好像就是塌在我身上了，就是它就塌在我身上，啥意思吗？就是它是特别特别湿的，就好像是刚洗过的被子扔我身上的那个感觉。不知道有没有去南方上学的北方小伙伴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这是他赠送的辣白菜，辣白菜是咸的，我喜欢吃那种酸甜。这儿还有肉，啃脊骨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时刻可以给你惊喜，因为你不知道能从哪个缝里面找到肉。稍微留点肉，这样大运他俩吃的时候还能获得一些幸福感。一人吃饭，全家开心。看这个，看这个样子，真的看起来很鲜，有没有？这应该差不多熟了吧？哎，好嘞，他告诉我再煮一会儿，那就再煮一会儿。先起牛肉了，再来一块豆腐。这肉真的越煮到最后越好吃。无敌入味了。现在这个方便面就是方便面（括号脊骨土豆汤版）。有没有这个味儿的方便面呢？没有，建议出一款，老绝了。如果有朝一日这个方便面真的上了，记得过来艾特我，我可不可以吃一份创意分红？对，就是。因为汤里已经逐渐的会有那个肉粒粒了。他所以他的意思就是，突然想吃炒饭，这样吧，我们舍生取义一下，我是准备把这块肉留到炒饭的时候吃的，但是可能是不能兼得了。咱就把它留回家，明天再吃。我要这样炒个饭。对，这个肉我觉得可以有一种新的办法，让它和饭一起下肚。我可以把它放到汤里，然后它就可以随着炒饭一起进我的肚子。天才，快把天才打在屏幕上。这个骨头我能拿回家吗？可以呀。啊，我想被狗强行留住了我的骨头。这个就是炒饭的东西了。我看一下。哇，还有鱼子，这么高级。那个，刚才那个什么，过去。闲杂人等都让开。嘿嘿嘿嘿，看这个饭，太好吃了。那里面加了紫菜，那特别像那个饭团儿。我真是有大口肉，哎，我太聪明了，能把肉下进去。看这一口，太香了！是不是好多好多人以为这期视频没有米饭了？米饭永远不会在我的视频里缺席。这回烤，草莓汁。吃完了，吃完了，一共花了150元，挺好吃的，可以来试一试。回家了，拜拜。然后这个哪天就放在动态里面吃吧，吃不动了。